印尼的学生因为较无熟悉纸笔的考试，因此心情国小逐年拢会针对新生设计闯关的游戏来进行排名。今年分作语文、数学、音乐，也佮简体佮英语四大的部分，希望透过趣味关卡，互囡仔对着学习袂佮惊吓。今天也特别针对小一来进行多元评量的课程学习的检核那我们从开学就跟老师来团讨最主要的是希望以在国语、数学、音乐以及健体跟英语的综合科目，我们来评量。魏明雄这学生啊，当在闯关，这是跑跑跳跳 A、B、C 的关卡，结合着体育甲英语，佮要请外籍老师做关注来甲囡仔对话。学生啊，唔难爱通过体力的调整，该回答问题正确才算过关。新进国小平时加深孩子的英语力不只是每周有两节英语，同时我们的外师也一直配合着我们在课程教学进行协同的部分在这么优质的英语学习环境之下那我们也针对今天小一评量来进行课程的规划跟设计。校长林良俊表示，囡仔伫个即届多元的班年当中，充满笑容甲活力，每一个拢算了真欢喜。未来学校会继续做好规划，提升学生囡仔的学习能力。南通新闻为台新雅采访报道。